至少比空拳好。好，好，我先丢给你，通通给我，我要转职了。好了好了，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全部都给你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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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给你了。Listen, kiss. 再来要去哪里？等一下，我开一个那个，我直接用那个卷轴、哦。好。卷轴。玛莎多拉。我们照顺序好了啦，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上次没照顺序，就好等差。好，怎么照照顺序？就右上角任务啊，你点一下那个水之神印，它会有一个那个顺序，它会直接画面移过去嘛。哦，好远、哦，我没照到。你们有没有不扣智力的胸甲？没有，扣智力的吗？对耶，我有那个耶，只有那个燃烧免疫、移动免疫、酸性免疫，就只有一个加护甲加魔抗没了。哦，这件可以给我。给，好，有了，感谢。你愿意是项链是偷窃免疫，我这边有三个免疫的，你要不要？燃烧、冰冻、酸性免疫。是戒指吗？倒数第二个，那是戒指。好，戒指哥啊，对啊。好，好，都给你 ，Kissen。耶！我转职了，我变魔法师了。你是仓管，你就是仓管的。全部都是我在我身上。哇，一个银行，一个什么？仓管。往下走一点，看看这里有什么。好。有祭坛。可是这祭坛在这个章节其实它有用。好速的。嗯，不过可以连死一次的、啊。对啦。哇！强风，再走喽。绕过去。耶！谢谢。你不拿之后的有金币祭坛之类的吗？来给你拿吧，换你拿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算了，省、啊、都拿了。他银行就倒了，要跑快一点呐、啊。对呀、啊。哎呀，上船啦、啊！哎、欸，下面有这个雕像，全员加哦。来擦鞋子。完全恢复专注哎、欸。嗯，可恶。哎、欸，怎么有一艘船在这啊？他就在那边很久了，你怎么撞下去才问？你怎么在这啊？你装住花一花，等下就到了。是的，来吧，打吧，打起来！有炸弹猴，不好，先干他吗？对，先弄炸弹猴，不然他会一直叫，对不对？只是他会直接自爆，也是啊，会一直叫了。好低哦，是不是要换武器啦、啊？啊你，你还是你那把刀给我。哦，等下结束的时候，看要不要武器换一下。对啊，因为我拿好久。还叫你了啦，音乐。好啦，等一下啦。哦，你还是不要当法师好了啦。可以，让我学一下我的事。少学一下嘛！哎呦，免疫水属性哦，七哦，等一下哦，七哦，对，我是你要打他哦，他潮湿，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打对哦，不然要爆炸喽！有哇，你痛好多哦，可以，这把武器可以，可以了，阿吉回来了，嗯。还是还在抖哎、欸，下巴很，他是等到下巴在抖了，他好冷哦。法师加油，让我血池一下吧。不要袭击，有哇，有了，但是没弄死他。喂，失败。他怎么了？他转圈圈啊。他转圈圈而已啊，卖萌。哦，两个，这个一个是标准攻击，一个是完美。76%有潮湿，他们不怕潮湿啊？哦，没有，怕不怕水而已。我是想，因为我有两种攻击，两种都是魔法方伤害16，两种都是87%，但是一个是没有加属性，一个有加潮湿。他们潮湿无效不是吗？水属性无效、欸，哎、啊，是潮湿吗？这是水属，这个也是伤害，嘣，那是91。可是他完美才能打哎、欸，
哎呦，敢打市长？市长打他，没有用，打不到。啊，反正等一下回耗一耗好了啦。我说我啦。哦，你好猛啊、哦！死了、哦，我就说嘛，老练。哇，记不得哎、欸。哎呦，蛮好。练习一下就可以了嘛。十四呀，十八，七十二，七十二，二十。你没有要穿吗？是，没有。没有就先收起来喽。啊，那么多钱啊！对，我刚开宝箱，对。穿吧。哦。这看就知道谁的啦。谁的？啊！收起来，收起来。要花多少钱买啊？麻痹点燃。这我的，我的魔法球，你要花多少钱买啊？我还是去当魔法师好了。它的效果比较多，装备它可以还不错，它比较多属性啊。嗯，我给40块了，当宝箱。哎，队友不在，强风，强风，再走。一、二、三。下去拜，拜，哒哒！哦，我有经验值哎，哇！因为他有团队经验啦，啊，哎，这等差啦！哦，他记得等级，希尔福克里克，我差一点，克里顿，哇！看一下什么？任务蓝宝石剑。为什么这画面还在你那个无限零四宝珠啊？钱有480、408块，坚固的匕首啊！对，武器。哦，有了蓝宝石剑。钢船。哎，其实我们现在渔船的速度跟商船速度就已经差不多了嘛。嗯。那我们要急着换船吗？重免疫耶，哦，要给我，等下给武器哦。给你武器，谁？我啊，器件啊。那个在云那里。云月，我好啦，等一下啦，我买个烟斗啦。我好啦，好像还好。好啦。哎，任务要接哪一个？任务接是蓝宝石剑，然后有三个钱，最多的408块。408，当然408，这怎么多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死人啊？好远啊！太远了啦，难怪400多块钱。那要做什么、啊？像我刚木烟正隔壁而已，对啊，回去了，就只是上去而已。等一下，我先把东西拿一把剑啊，细剑，哇，走过去就有哦。而且钱很多哎、欸，对啊，走啊，上去啦，带我走。我不用买东西吗？你要买东西吗？等一下，烟斗啊，我要买烟斗，可以啊。我按离开是全员上船，离开。哦好，你可以把它拉回去之后你再上去，可以把我交上船之后你再下船。要不要刻个学者麦芽？我没有这东西啊。曲子麦芽是谁呢？曲子麦芽我没有啊。曲子麦芽、欸、有啦，那个场馆繁星身上有一个哪一个啊？哦，给你吗？蓝色的草，对。嗯，从矿工成功转成魔法师，对。等我一下哦，补一下经验差。好，嗯，想要不小心吃掉，你是不是生气啊？我不会生气，我只是原地大哭而已。给你，有了啦。东西没了。哭爆！妈妈，几空？我被夹的啦，我不都要。不是要换武器，再换了呐！哎呦，接的，好，我是猴子，好吵哦。哎、欸，哇，是的，四等洞穴，四等洞穴在旁边。买下去没钱了，我知道我们东西要买的，没有，全在餐馆那了。好，
接着卖啊，实用。22，原来还没穿武器哦，拍谁拍谁，我不该乱凶你们的。叫你装备啦，装备。哎，我看到这里有个盾啊，哦，柱子啊什么？眼睛怎么好啊？暴击！我突然看到这边一个好像有什么东西，花束移过去，嗯，暴击，可以加暴击，那我们就冲啊，滑过去喽、啊！哦，被我发现了，是谁？谁给音乐拿？是不是？剩我可以拿了、啊，你们两个都拿了啊！二三，哦，可以耶。这里，火败。哦哦哦！加十块报纸。走喽，要看一下是船，四等船要打吗？还是我们不管了？都可以啊，觉得都可以，都可以，你想打就打吧。好，那就打。哦，啪啪，又十趴，哇，失败。哇，哇哦，是不是左右先干掉啊？哇哦。哇哦，免疫！对，打他，打他。装填，他装填。啊！干嘛？对对对对对，是他，是他。Ouch！ 好痛。先打装填的还是先拿刀的？装填比较痛。好。猛撞。好低哦，还是换回刚那一把好了。上次宣传是打的。哇哦，好猛哦！对不起，我错了，你好棒哦。看一下哦，哦，范围伤害啊，可是范围伤害都好。烟斗是装备吗？烟斗比较像是吃掉的东西，嗯，有点像是你的人物技能等级嘛，好像你就这样就不会。被动，被动，对对对对对，被动，对对对对对对，被动等级，就被动技能。那我就要完美哦。完美耶！剩他要打谁？哎呀 ，T 哇晕了！我怎么看他好多星星哦？赶快去抓星星咯！哇，失败！我现在看到我原来我帽子好丑。不会啊，我觉得很可爱。好丑啊，很适合啊！我还没打到。惨了，没自信了，没自信了，打不到了。哇！下十二滴，弹喽喽弹。哇！来中24，我还丢脸了。好，戳他。操！哦。哎呦，我都挥到你啊！好可怕、啊！哇哦！好有钱哦！升级。64+22=86，直接这是直接吃掉吗？这是战斗的时候吃的吧？哦，但会让自己混乱。嗯嗯，对。来喝酒。我喝。他有一烧哎、欸，可是他这血量有点。还是坏还是乖？可是刚没买草，没到草啊。我没钱。哦哦，给你说一下。没钱，没老婆，给你，没有房，没有车，打，打，有，你要先氪吗？还是打？我到，我把钱都给你了，可以直接进去打吧，我换我喝再喝就好了。好先打，哇哦，哇哦，60%，会过了，这样啦，好，惊了。会怕 啊每一只都弄不死哎、欸！海女，啊，差一点，可恶，可恶、哦！哎、欸，哇哇哇！他这么痛的吗？哇！法系的背后看起来很像忍者龟，啊啊！哪里像啊？你是没看过忍者龟哦，然后音效打开拉链，说谁嘞？旁边两只都可以出汗，好。
他好冷哦！我是每次玩的时候都玩到敏捷比较低的。啊？我每次玩的时候好像都玩到敏捷比较低。我怎么觉得每次换我都到好后面呢？你不是玩过猎人吗？对啊，你六次玩猎人、啊，这只有第一次啊，后面都是好久。那乔夫跟那些职业都比较慢啊。对啊。还有猫咪，刻个猫草吧。吸个猫草、哦，吃到满哦。因为我烟斗二啦，烟斗二吃就饱了。哦，烟斗二回六十的样子。哦。嗯。好。啊！怎么有星星？有星星。OK。我看到有三只星星，不对，四只星星。越来越多了。拉链声音效真的是被用坏了，什么哪里？哦，谁还没有头盔？没有头，好像就我了哎、欸。那你就穿吧。脚盔好丑哦，脱掉脱掉。不会啦，那个至少变好看了。我跟你换帽子。我这家残忍的不行。买靴鞋子。买草子，对你去买吧。我刚发钱了，有发了。要不要再把钱给你啊？我现在草有了有了，一四级可以。剩两个啊。哎，旁边有三哎。力量的。哪里？隔壁啊。隔壁。那个小村庄隔壁。哦，你说三？哦，这个。你要进去玩吗？我可以进去玩，换一下装备就可以进去玩。啊，你爬一下。对，沉沉睡觉。我先换一下装备，等我。这是这个吗？这个装备是大家比较快，不是哈基很慢。啊、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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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没事没事。现在还有什么啊？对，还有项链，项链这里。好，这样。嗯，滚，其实没做什么。滚！今天好累哦。啊？怎么觉得好累哦？不知道什么。哎、欸，只有30多%哎。加一个嘞啊！你没得加了。对啊。不要好了啦，都是伤害你耶。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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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回来回来回来。才问他吗？会不会海怪啊？海怪不会在，不是在问他出现吗？我们直接这样，海怪是随时直接滑就突然。那我踩了、哦。好，海豚。有好海豚，加最大专注。哦，22%，或者是恢复所专注值。不能加专注了。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嗯，恢复所有专注。加一个专注。臭海豚，你不友好啊！我们先上去拿400块吧。对啊，拿400块。我在网上播。嗯。哇，下一个点是不是有点远啊？你可以去水神殿。哎、欸，可以去点一下这个。这个。哎、欸、哎，你、欸、看。石碑，恢复专注的，专注画一画，你画一画、哦，你画一画，你还可以画吧？你直接冲过去啊！我按到了，哇哇，被偷走一回合时间，可能被偷走一回合的时间。时间长者他在哪里？右边，右边，右边。等大家先找他，再去拿钱。嗯，好。欸、我刚好恢复专注了。对，哇，欸、魔法穿。你耶，快换衣服，来得及吗？啊，没有，他这个是买东西的耶，他是买东西的。哦，力量好怪哦，我需要买101，好贵哦。我想要买90块的戒指，请换了吗？我先看一下哦，我能不能卖一些东西给他？这个先卖给他，然后免疫偷窃的应该用不到了吧？没关系啊，
用不到啦，卖掉了。学徒邪恶，你要多少？直接给你钱啊！我看一下，三十、我先把多的东西卖掉了，然后再。好。好。啊。好。啊，我知道了啦。刚刚吃了一个感冒药啊，难怪怎么会这么想睡。给你啦，90块了啦，买了啦。等一下，好啦，我血，哎呦，血动动。韩市长发钱了啦。可以可以可以，收到韩市长的钱了。不是啊，你怎么突然吃了一颗感冒药、啊？下午的时候喉咙痒了，就说赶快喝一颗，免得加重剧情那个。他完全回复专注是一个人而已吧？一个人啊。啊，所以就是云月吃吗？我刚好没专注啊，我刚好可以踩到他上面。啊。看一下哦，老旧项链，这个卖掉。好了，基本上是这样，应该没有东西要买了。哎、啊，哎、欸欸，撞到今天会传，哎，撞到他一个扣算一步哦。哦哦，我刚不是说刚好的，现在是停在前面。哇，对，我在旁边晃来晃去。没关系啊，你们就直接把它踩掉吧。等一下，我黄金更给你。哦、好、哦，我想说哈金，你可以拿经验的说。对啊，专注只有三个。他只有三啊，他刚刚有一个东西是扣掉那个板。哦，欸、我不是我这次有吗？还是你单本身就三啊？我这次有扣专注的吗？我没有印象。基础不是都是吗？为什么会只有三个？你专注花掉吧。没关系。啊！你又怎么？我不小心把我的一件衣服卖掉了。哈？啊，没关系啦。力量衣服吗？嗯，没有加属性的衣服。哦。哦，没关系啦。二三。这样。噔。噔，没关系，我们把一个人养起来之后，就靠他带我就好了。对，真的，都养他了。对，小心，钱都在他身上。我需要智力衣，我需要加智力的衣服。顶一下这个吗？我们有顶过这个吗？你没有看到这个亮这个亮亮的吗？没有哎、欸，没有。嗯，我看这个是亮亮的。怎么了？点燃。哦。会不会有海怪？嗯。它有时间性吗？有，它会自由，到时候会自己吸掉。哦。对啊。好。靠流浪汉过活，没错。比流浪汉还废的角色，月薪百万哎、欸！对，他只是平常在那边而已。哇，哎、欸，好运，角色应该是我来。其实没关系吧、哦，都可以，都可以啦。嗨，雾圣羽，在哪里呀、啊？他在。我先去右上角吗？还是要右下角打那个？先去打他吗？对吧？那只是港口就在旁边了，不是吗？所以你要先拿钱，还是先让我们扫一回合？他不是有机会让你直接跳过吗？是有，是有机会跳过你的回合不是吗？我记得他跳过我们的回合，但是我们都在船上啊，所以其他人还是可以带着走啊。我记得是战斗跳过你的回合、欸，哎，我记得啦，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轮到你，可是你被跳过去了。懂意思吗？还是那干脆我们直接去先打他好了啦。先打他啦。我懂你的意思。反正钱也不会跑掉。钱不会跑掉，对啊。回合不也回合会跑掉。对对对对对。点他。韩市长来了。哎、欸，灯塔碰一下。我没了、啊。没关系，先打他，打完再碰吧。他能干嘛？就把周围照亮。哦，一二三，
看。一二三四，没关系，灯塔跑不掉。灯塔跑不掉。没关系，灯塔跑不掉。对抗灾厄。打，只有他一个。嗯哼。八十九十滴血。啊！别往后退了。会不会有点痛啊？这个。干嘛干嘛干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也太痛。你好痛。哦、等。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知道了？我都不知道了。我你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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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我打他。哦，好，可以可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以为你会先吃草诶、欸。我不能吃草，他能自己动。啊、哇！他能自己动。你要不要换成误伤啊？哇！他没误伤的，误伤在我身上了。误伤都到你们那啦、啊。那就只能靠繁星输出啊，可以啦。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我修什么、欸？你修什么啊？你修这个？耶，打雷！抵抗免疫 ，no！ 你修这个？我觉得船需要修一下。你怎么了？我觉得船好像有点坏掉了。哎呦！啊！哦、我死掉了！我需要。你要修修你的脑袋啊！OK 了，我恢复了，可以吃草了，恢复了，恢复了，快吃草，快吃草，耶！叫你吃草，你怎么把修草的东西吃下去了？他剩几电？他不怕电了。好想你，好想你，可以电啊！他现在衣服着迷了，都可以，这叫珍惜，对不对？不用不用啊，直接打死他就好了、啊。感谢珍惜。耶、oh. yeah. 哇，你升级了。是的呢。待命。甜甜。出版。移动。加一个。结。你结加十。可以给我吗？好啊。去啊。不然我要这个。钱比较少没关系啦，不管我这个。我们有关系呀、啊，我们有关系啊！你不能拿花果给我。哇，你真的是什么都要跑速的哎、欸，你这样要跑路了是不是？我你加二又加一，我是看中他的敏捷加十啦。我不信，真的啦，我不信，真的啦，去踩上面的啦，踩上面的灯塔，可是他敏移动。加成移动加成跟那个没关啊，跟船上不会有影响哦。移动加成是加那个陆地上的才有。嗯，妈妈几扣，打扣，变几扣了？八十一，这样子我就可以玩到了。我应该叫妈妈五扣的吼，五扣，狗狗，狗狗，激活上面有个灯塔、啊，灯塔太近了吧？这两个，反表示这边常出船难呢、啊。哦，都走水路对不对？不要上陆地吗？还是都尽量走水？哦、我激活又有九个可以走哎、欸！哇，哎、欸，这里有那个生命祭坛，可是我们都满了。哇，哎、欸，我们先去拿钱吧。啊，我知道了，哈基，你去死就有一颗拿了。对呢，为什么去死、啊？我们这三个哦没有拿到，不然哦好浪费哦。没关系，我们等到是有人死了再去拿就好了。这边记得有一个就好了。哪一个？走下面，要走上面。现在要走哪里？走上面，因为这里有毒，前面走下面会有毒。哦，一二三四，只能走这里。哇、啊、哇！对对 对, 对，没有哦，只有你一个哦，只有你一个哦。抱歉，借过。啊！十五趴。哦，头 F 四。没事可以，营业 OK 的啦，顶多就是武器被熔掉而已啦，顶多装备被熔掉一下。哎呦，原来是这个啊、喔！对不起嘞，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哎、欸，隔壁有石碑，什么时候恢复全部专注？今天就会放，今天会放了，今天会放。给我回来！哎、欸，等一下，这样子不行啊！等一下。按到上去又卡在上面，我可以去踩吗？你去啊！
我去采啦，我要拿钱啦，我去拿啦。啊，怎么要怎么还专注？还我专注？你吃下去就没办法了，吃下去就没办法了。哇！你就走上去，然后休息，走到史莱姆前面休息，不然等一下打史莱姆的时候过不去，你会打不到。你不要浪费步数，浪费步数，这你可以回血，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原地休息会回血。好，我回，你就直接休息，你就直接休息。他不让我直接休息。喂，好。哇，我们两只要打了。对，可以啊，我再帮你赚经验呢、欸。好，欢迎花啦，欢迎花啦。哎、欸，你不去拆哦？拆什么？拆什么？旁边不是有专注加经验，你怎么不拆？专注技十字英雄杯吗？对啊。哦，那个没花掉，丢掉。有必要、哦？我以为你是看到那一个哦，哈基。没有，这个留着，等下没专注的在那个去吃就好了。我刚刚就本来想去踩那个啊。哦。哦，误会了是不是？对。好，走吧，打吧，打得到吧。是啊，船上好像没有啊，好吧，好吧，那就等我下船吧。好，回血。会啦，不会啦，走喽 ，Go， 扁他，扁，无极，试看看呐、啊。啊哦谢谢谢谢谢谢我被冻结了我是不是被打会比较痛啊对啊啊我点不到其他人呢有进入目标对吧啊失败啊八十几把失败，对打谁嘞？我史莱姆还是巫师？巫师先打吧，史莱姆该攻击没那么吧？不知道、哦。毒的，哎呦啊！我只能打他14D，受到的伤害增加20。啊，魔抗啊，他有魔盾，我打不痛。我打还是不痛啊。所以但是史莱姆不可打，现在打不太掉他、啊。你要打右边吧。对啊。哈，6D，加减。恢复专注。喂。一人一个，真的只有一个。真的是因为等级一的关系。嗯。不吵。怎么看到抖内才会回答问题？我刚刚你那个问题，你问了第二次，我第一次就有回答了，你自己没听到啊？公安呢？说没回答，是你自己没听到哦。妈耶！哎呦，刚刚就有回答，你没听到的哦。不要！依然啊，有，你可以去拿了。祭坛了，你是不是想好了？这是计划通。我不是没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都他抵抗了，就是你想的那样，我看得出来。好了，把你打掉再说了。打打打！哎呦，八滴！他神八滴！完美反射！恰！帮他弹。他弹，咚，咚，六。哎呦，你打十二滴，我就可以秒掉他了。好。咚。炸死了。噔噔噔，53块。着急。53+63，一个人21块。嗯。新的比你好，是不是比你低啊？对，就之前那个夜市有卖，我们也不想买。难低。